你要不拉着我，我舌头就进了。你犯规还怪我，过来吧。心宽手练，你这啥意思啊？我要着急上厕所呢。你不是能蒙球吗？你蒙一下我试试。蒙球讲究大力出奇迹，我这一只手怎么蒙啊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只要把桌子上的这个大号球都清了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那你帮我擦点巧克粉。好了，哎呀，你轻点儿，我这个是肉。啊嘿嘿，你怎么蒙的呀？怎么蒙的？瞎蒙的呗。新沙漠，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。开心发现美，对，能接。站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你要不拉着我，我舌头进了。你犯规还怪我，过来吧。别说我欺负你，我帮你，咋吧？良心发现。哎，进了啊！这算什么进了呀？你自己把手机拿开的，这还是进来呀、啊？我不管，你刚说了我赢了，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你说吧，做什么？拿钥匙把厕所打开，我上厕所。嗯，钥匙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啥意思啊？钥匙，因为钥匙好像很烂，你出租车什么的。那我这才上厕所啊？那我怎么知道？那我不管了。我不去。